你的肚子有痛啊，酸酸的，好像背痛是吗？你的脚、你的肚子，然后多久了？你眼睛也是不清楚啊，你看得不清楚啊，看眼了。现在好了，祷告就好了，感谢神啊，也是好了，感谢神。你多久？这个眼睛有问题多久？啊，已经好了啦。现在你的肚子呢？有没有一个月？是不是一个月？一个月，脚也是一个月。现在好了，是谁？是你好，主耶稣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This is the told me that he got stomach problem and also the legs pain and the eyes a bit blur. After the prayer, God healed miraculously. Thank you, Jesus. 感谢神，医生你好，医生爱你。